是虽然奶奶讲话真的是偏过分，真的是偏失礼，但是确实就是看着以前那个同学，然后他就是已经很有一个妈妈的样子，然后抱着宝宝，然后就突然觉得哎，他是妈妈的耶，然后我还双马尾。我这因为下雨天我不，然后风又很大，所以我就不想要头发被吹乱七八糟，所以我就绑个双马尾就出门了。然后就看着同学已经是个妈妈，然后我还嘿，然后我就真的我本来昨天奶奶跟我说那句话的，我还觉得我有点受伤，可是我今天真的去了，我好像有点，就是我有点真的跟大家有一段距离，就是看着大家，就是可能都就说，可能会有些人会说啊，我可能刚结婚，然后我计划什么时候才生小孩，这样子什么时候的，就是他们的话题。然后我的话题就不会是在那一块，然后我还是就是大家每次看到我都说我没有变，但我好像是真的没有变。谢谢华为的定情邀请函，过自己的步调。我确实是啊，就是因为我这几年来，我一直都把重心放在工作上，然后因为我不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人，所以我真的要花比别人多很多的时间才能够做得好。对，然后我自己觉得啊，现在我要记一支舞的时间已经比之前短了，对，所以我现在可以，我觉得我可以一边读书一边兼顾演艺。如果是之前前几年的我的话，肯定是不行。对，可是即便如此，即便我现在记舞的时间可以比之前少一些，但是因为加上同时也要兼顾课业嘛，所以我还是没有自己的时间啊。就是以前因为记者嘛，就很喜欢问说哎，团体有没有禁爱令啊什么什么的问题，然后因为以前我们都不太知道怎么回答，然后公司其实会让我们上一些就是媒体课程，就是说哎，如果遇到媒体访问的话要怎么样回答比较好之类的，然后关于禁爱令之类，我们都是要有一个官方的回答，就是说，因为我们都要专注于工作，所以没有心思谈恋爱。然后我以前听都觉得，这个都是什么什么什么话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官腔的回答。对，但所以通常问到这种问题，不会是我回答，就像之前这种官腔的回答，我们就会交给刘雨晴对前队长之类的，或诗雅之类的。就是我都觉得这回答简直是太官腔了吧，可是我自己当了这么多年偶像，亲身经历中真的问我的话，我好像也会这样回答，因为我当初我也没有很懂这些嘛，可是我自己做了这么多年偶像，我觉得是真的哎，就是我真的每天忙都忙死了，而且开学第一个礼拜就叫我上台全英文报告，然后我就想说是怎样啊，就是我真的很怀念澳门的大学生活，我真的好快乐哦，就是因为那时候是读日文系，也是自己有兴趣的科目，然后我觉得澳大也就是课业上也没有那么繁重，就是基本上都蛮注重我们的休闲娱乐的。对，但是相对于现在在台湾念大学，我就觉得为什么开学第一周就开始叫我们做报告，就是老师都不用上课，我都还没有从老师那里学到东西，然后我就要上台报告。那我的东西就是老师没有教给我东西啊。就是比如说，如果老师先上课上个几周啊，就是英文的报告要怎么样子讲比较好之类的，然后之后几周再就是有一个哎，我学到的东西，我成果展现这样。可是没有，我现在开学第一周，老师叫我报告，那就是拿我自己原本的底出来啊。然后我就有点，我是真的没有很喜欢这样哎，就是我觉得那我根本就没有学到东西。可是我不
不知道是不是台湾的大学都很喜欢叫同学上台报告，就是非常多节课都要我们上台报告，但是我没有觉得我有学到东西，因为我一直是拿我自己的东西出来啊。然后可能因为我也还有工作，然后就真的觉得好吃力哦，才开学第一个礼拜我就觉得好吃力哦，就是各种忙，然后加上这周又是公演周，我真的没有自己的时间，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艺文活动的部分，真的没有自己的时间。然后我现在已经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没有碰贝斯，然后我都觉得好想要弹琴哦，好想要多拍一些 cover 影片哦，就是我想要拍一个影片我都要很努力的挤出时间拍，但是每天都睡得很少，然后可能因为这样真的免疫力就变不好，就长了这个疱疹，就是我觉得我都还没有适应学校的生活，然后就逼着我上去的这种感觉。与钢琴家练多久？与钢琴家说真的，练习时间也真的不长哎，现在差不多。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反正我记得是开学，差不多两个礼拜左右，两个礼拜左右，就是要很短的时间就记好一首歌。我记得那时候对，是开学第一周的时候开始练钢琴，可是因为开学之后也非常的忙，就是应该说第一次练习的时候是开学第二天，我记得对，开学第二天的时候练习，然后中间就忙忙忙忙忙忙，然后可能就是偶尔会复习一下复习一下，然后就再下一次就是总彩排了，所以在正式演出前总共就练习过三次，那其他就是自己在家复习这样。所以一直到真的要上台前，我都好紧张哦，就是不会像以前一样一首歌可以练习好几次，就是扣掉总彩排，等于前面我们只练习过两次，对，所以就是连，而且因为上一个月是五周年嘛，所以其实我们也两个月没有跳公演了，然后就因为练习的次数也很少，大家也很忙。就一直觉得好紧张，好紧张哦！而且因为脑袋就是现在就是有太多东西要记了，就是很多学校的东西，然后舞蹈的东西，然后因为两个月的记忆就是要很努力的挖，所以一直到总彩排的时候，我都觉得就是好没有实感，一直很怕自己会出错，就真的是之前不会跳错的东西都就是就突然就不会跳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总彩排那一天我蛮早就到了，就是因为有分 P 组跟 T 组嘛，然后我们这次是 P 组先彩排，然后我就是 P 组彩排的时候我就先到，然后我就在旁边跟着跳，我才有唤起记忆，不然我就是真的觉得就是一直好担心自己会错，因为脑袋全部都是报告的东西，对，就是觉得我想要一直练习，可是没有那么多时间让大家可以就是全员都到齐一起练习，然后就一直觉得哦好紧张，然后又是新的 UNI 曲，比较负责的老师报告不多，作业比较多。我自己在澳大的时候，我觉得没什么作业。说真的，就是大学不就是一个你自己对自己负责嘛，就是基本上不太会出作业。可能随堂的小考还是会有，可是不会到让你觉得很繁重。就是我基本上一个礼拜还是可以跑三到四天的跑，就是长跑，然后，几乎每天也都可以去琴房练琴，就是
我的才艺，然后跟我的健康运动，就是两个都可以顾得好。可是我现在就是觉得我每天累的，就是我已经好久没有跑步了，我的腹肌都快不见了，就是每天都好疲累哦，就觉得就是有点开学第一，现在第二周就有一种很怎么讲，就是有点心里有一点点小后悔，就是会觉得如果那时候就在澳门念完大学就好了，我在那边念大学好快乐，为什么在台湾念大学这么辛苦，为什么一直要我报告，就是很累。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教育环境就是本来大家就知道，像我们国高中都是最累的，就是在国外念就不会这样，大家都很早下课，就台湾学生真的是很辛苦。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第一次在台湾念大学，所以我不知道，哎，台湾大学也这么累吗？还是就是刚好我选的学校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但就觉得，因为那时候在，那时候在澳门念了大学，是真的念得很快乐，就是也认识很多朋友啊，然后很多不同国家的人啊，就是很多文化交流什么都让我觉得很开心。但是现在就是只有觉得很累。而且才开学第二周，我不知道。对，我觉得我已经算是适应力很强的人了，但是我现在是真的觉得挺吃不消的。但是因为科系其实也是我自己选择的，就是因为，如果选择语言相关的科系，当然对我来说会比较轻松一点，对。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语言的话是一个我自己有时间我就会愿意主动去学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可以透过学校去学一些就是平常比较不会接触到的东西。就我觉得因为毕竟我在学语言上面，我觉得我是比较，就有些学语言是比较快的啦，所以 我自己觉得语言的话我其实自己是可以做得好他的，所以我才想说透过学校可以去学一些语言以外的东西，所以我就这次就不是学语言相关的科系。我当下就是觉得蛮吃力的，然后会很就是会蛮想要很想要多一些，你知道，就是增进自己的才艺。你像几个礼拜没摸琴，我都觉得就是很怕自己会退步啦。太久没当学生，不太知道，但可能科系也有关系啦。其实，在念之前就有犹豫，就是我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对，就是知道自己不是念语文科系，应该会蛮吃力的。但是我也蛮想要学新的东西。考试多，我觉得考试多蛮好啊，就我还蛮喜欢考试的，就是比起上台报告，我觉得考试多简单啊，你就给我书本，然后我背一背，考试都不很好吗？就是比起报告，我还比较喜欢考试哎、欸，就是我虽然我舞台经验很多，但是上台报告的话，我还是很紧张。我自己比较喜欢考试，我是不是奇怪的人？设计系我不可能选设计系的、啊，设计系我不可能是设计系的，因为我是书呆子，我没有那个创意头脑去设计一些有创意的东西。对，工科每天都在考试，但是因为我也对工科没有兴趣。有上台都会过，但是就是分数的高低呀、啊。因为像，我这次上台报告我就没有拿到很高的分数，就是我觉得跟太久没有进学校有关系啦，就是
个都挺陌生的。对，然后上台的时候还是脑袋一片空白啊，然后就乱讲话。我们班上，因为是当下报告完就可以马上看到自己的分数嘛，然后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就是他报告完，然后老师就直接说我直接给他满分，就是因为他台风真的很好。对，然后小呆呆的话是他英文程度也蛮好的，所以小呆呆也有90分。对，虽然他说他很紧张，可是就小呆呆很妙，他自己在台下的时候就说自己很紧张，然后就上去之后他就说，哎，奇怪，上去之后就不紧张了，就是对。然后我最后只有拿85分，就是你看在一个班级里面，就是已经差距是这样子。但是因为我第一周我真的很忙，就是因为这个礼拜就是公演周嘛，所以下课之后就要去公司练习，然后这个礼拜还去看了那个音乐剧，对，所以我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时间准备这个报告。然后那时候刚好抽到第一组，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哪一周都好，就是不要这一周，然后就偏偏抽到。然后我那一天就是看完音乐剧，然后回家就继续做报告，然后做到凌晨3点，然后隔天起来上早八的体育课。我真的是整个是很，我真的很崩溃了。我就觉得为什么要逼我？可是这就是真的是签运不好，就是偏偏挑一个我最忙的时候。对啊，就是我真的快死了，我真的是。是上个礼拜五抽签的嘛，然后抽完签之后，然后这个礼拜去看了 Novel Bright 的演唱会啊，然后音乐剧呀，然后练习呀，我基本上就没有自己的时间。然后还去了什么？还去了那个快闪店，去了2个快闪店，一个是那个七龙珠的快闪店，然后一个是阿斗的快闪店。就是我整个就是我中秋节都不能好好中秋，就所有事情都在这一周啊，真的是很崩溃。但是因为我看完 Novel Bright 的演唱会之后，我还是很想要，因为我也很久没有发 cover， 大家自己去看我上一支发的 cover 是7月份，2个月前。我就觉得我好想赶快再发一些作品给大家看，因为就是只发照片的话没有什么魅力，说真的，除非我长得超好看。就如果我今天我不会乐器的话，那我就谁也不是了，所以我会很想赶快有新的东西给大家。都忙完了，还有的忙嘞，学校很多事情哎，因为度过这报告就没事了吗？下周还有考试，还有很多要准备的东西。
觉得真的有种，就是觉得自己跟大家还是有一大段距离。瑜伽垫之类的吧，超可怕的。
为这次的见证人是吴奇慧，然后我是真的想到那时候我们去日月潭玩那个立桨 SUP， 就是因为那个也是需要一个平衡感的东西，不然就会摔一下去变落汤书。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四个人一起去嘛，然后大家都是很快就吴奇慧是最强的，他就是马上就是像一个船长一样，然后就直接在海上航，哎，不是海上，潭上航行，就是他很快，然后再来好像是面面吧，就是我觉得可能也需要比较大胆一点才敢站起来，然后我是最后一个，就可能我真的是老鼠吧，就胆小如鼠，就我就是不敢站起来，就是我觉得我会掉下去，我就觉得很可怕，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是一直。就是我很怕我自己会掉下去，而且就很难控制那个方向，然后我就一直说怎么办，我不敢动，然后吴奇慧就会在旁边抓住我说你不要怕这样子，然后就突然我不知道我那天站上去那个平衡木上，不是平衡木，平衡板上的时候，我真的有一个日月潭的既视感的，就是吴奇慧也在我旁边，然后一直抓住惊声尖叫的仓鼠，就真的有那个既视感的，我是真的平衡感很不好。老鼠怕水，对，我怕水。滚筒换成砖头就轻松了。如果是砖头的话，那就不用挑战了。挑战我看起来比小慧厉害，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吴奇慧真的很努力把我抓住，因为他也怕我会摔倒，他真的很努力把我整个，我整个人我觉得我好像飘在上面耶，这吴奇慧可能看起来没有很大，他其实把我整个就是快抱起来，然后我就是咦，我怎么在上面了这样子，就是去健身房，然后就运动到是教练一样，就是举那个哑铃，有没有？就是哎，然后教练在上面抓着他，哎，我可以耶，是我抓，有吗？很可怕哎，仓鼠应该要跑滚轮。我也觉得可以跑滚轮，但我觉得我看起来会比小慧厉害，应该是我在上面练习的时间比较久吧，因为小慧最后就只有站上去一下下而已。整只抓起来，抓仓鼠。
融入我们，只是他还做不到，呦呦这样子，好可爱。眼睛很有神吗？看起来蛮睿智的眼睛。对，他们都说这小孩看起来就是有种老灵魂，但是我是看不出来啦，我是看不出来有没有老灵魂，但是就是觉得这小孩看起来好像是蛮聪明的，而且他不会哭闹哦。我们下午坐在那个咖啡厅，对，就是我吃的那个60元的意大利面那一间，我们下午坐在那边，他完全不哭不闹，哎，很乖，然后也不太会乱动，就是很乖，就他感觉好像听得懂，而且。我们那时候在讲他的坏话，就是我们就说，哎，这小孩很乖。然后他爸爸妈妈就说没有，他晚上的时候才是最可怕的时候，就是晚上的时候可能就会让你没办法睡觉什么的嘛。然后一讲到这个，然后他就开始拳打脚踢，打爸爸，就是他的小手，就他好像他知道我们在讲他，就是。人家都说小朋友是有灵性的，是真的哎，就是你不要以为他2个月小小只的听不懂，你讲他坏话，他马上打你，就他知道你在讲他，他其实都知道，他比中的不会，人家还不会比，人家才2个月而已，而且我。因为我昨天公演嘛，然后我就早上他们约唱歌，我就太累了，我就说没关系，就我下午再去这样。我是比较晚到的，然后去的时候他们都，我就看，哎，这小孩好可爱哦。然后他们问我要不要抱嘛，然后我就说，因为我不太会抱小宝宝，我没有抱过，我就觉得小朋友软软的，我很怕他们会受伤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说。没事啊，只是他就是有跟我说，这个小宝宝他不太会笑，就是因为刚刚他们其他人都抱过一轮，他们说他都不会笑，就是只有爸爸妈妈抱的时候会比较有机会笑这样子。然后结果我一抱他的时候，他就笑了耶，然后我就马上就哎，就他们就说是不是弟弟比较喜欢漂亮姐姐，还是音频高一点的？好可爱哟，就真的他们说他们抱他他都没有笑哎，然后结果我一抱他他就真的笑得好灿烂，好像天使，好可爱哦。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声音，还是因为我脸颊肉也很多，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就嘿就笑得好灿烂这样子。我想说我是有长很好笑哦。为什么他那么开心？因为是男生，是弟弟。谢谢雅马哈，缘分相恋，遇到同伴。他要让我嬉笑容。是吗？我们这今天大家看到小朋友都在姨母笑，哎，我们真的是阿姨了，我们。可是小朋友真的好软，好软，那个脸都鼓鼓的。我有偷偷想捏一下，可是就是因为它太软了，我怕会破掉，所以我就这样，又不敢捏了，太软了，好可爱。谢谢迷失的枫叶，对，然后对，今天有人问我说宝宝的脸跟我谁比较软，然后我就捏了一下，真的是我比较软。真的是我，而且我今天看的那个小宝宝就是他的脸的肉就是好圆好多，然后就是我就突然懂，就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肉好多，好想捏，然后就突然懂平常奶奶看我是什么样子了，就是那个脸颊肉实在是太诱惑了，就是真的会很想要。
想要吸，可是我不行，我它太软了，我怕它会破掉。我后来就只有戳戳。米粉是这样看我是吗？哪有，你们没有看到奶奶平常看我的那个角度，我躺着的那个角度。好可爱哟、哦、脸颊的诱惑，脸颊诱惑，没关系，我们有沉睡的苹果了，沉睡的苹果也是这样的感觉，就是哎呦，小朋友真的好可爱哟，真的好可爱哟。现在示范那个角度，小宝宝之后又觉得自己变年轻了，公演有惊喜都不说，公演有什么惊喜？新的 UNI 曲算惊喜吗？
我是比较就是 Glory Days 跟鱼缸琴家比起来，我其实比较喜欢鱼缸琴家。然后 Glory Days 的话是喜欢那个衣服，因为是黄色的。对，但就曲的话，我是比较喜欢鱼缸琴家的。对，只是因为我比较不太擅长这种舞风，所以就是那时候看了很多成员的表演影片，然后就突然就是，虽然我那时候跟姐姐说我蛮想跳跳看鱼缸琴家的，但是就是看了几次之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不行哎、欸，就是因为鱼缸琴家的话，它虽然舞蹈不难，但是就是很多比较身体要比较柔软的部分，我就有点就是担心自己做不好。
今天呢看完宝宝之后，今天看完宝宝之后呢，因为台中干姐姐她自己做了月饼，哎，拿过来给你们看一下。吃起来就是，可以综合那个腻，吃起来是比较爽口，那口味真的。
超级好吃，我刚才已经吃一颗了。但是因为那个有荆棘，它有水分嘛，然后他们又是纯手工作，没有放防腐剂，所以就是不能够放，要赶快吃掉才行，所以就很紧张，就想说一定要赶快拿回来。但就是奶奶自己不知道鼠爸什么时候回去，然后他说啊，我还以为他会待到什么时候这样子，然后就叫他寄我们家，然后结果家里根本就没有人，然后干姐也很着急，很怕月饼会坏掉啊，然后就变成对，就是朋友很累的去把月饼拿回来，然后我又要很不顺路的再去拿回这个月饼，就是一个很。就是这个问题点，就是奶奶。这个问题点就是奶奶，明明家里就没有人，为什么要叫人家寄我们家里嘞？雷奶，对，我真的是好累，也叫不到车。别人心意的人啊，就是他如果是奶奶，可能真的会让这个月饼就放在邮局放一个礼拜，放到坏掉他都不会去拿。但对我来说，还有奶奶的朋友，就是我们都会觉得就这是人家亲手做的心意，然后人家也就是担心这个东西会坏掉嘛，就是这是人家的心意，就虽然我们真的交通都很不方便，但是我们还是一定会去拿，然后你就是还是要捧场一下，对吧？人家都特地都寄过来，从台中，就是不想要别人的心意被糟蹋，可是奶奶是很愿意糟蹋别人心意的人，对，所以没办法。
我是还蛮相信所谓的什么命定说嘛，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命中注定，就我今天走的每一步会这样，其实对我是觉得蛮，我还蛮相信这个的，因为我这总有一种感觉，就是你看我又一下又去澳门，一下又干嘛，就是我去做了那么多事情，但是我兜转了一圈，我最后还是回来，我还是当偶像，然后我兜了这么多年。休学休了6年，然后最后呢，现在还是继续当学生念书。就是我中间好像花了很多事情在，花了很多时间在迂回做一些其他事情，但我最终还是会走上这一条路，蛮神奇的。我就感觉好像我觉得我好像就是注定就是一个得很辛苦。一直吃到来加薪，很神奇吧？很神奇吧？算是圆满，圆满吗？还不知道，目前还是在那个辛苦的阶段。走下坡会比较轻松，不是不是哎、欸，我现在我都还没登上最顶峰，我就开始走下坡。就是有些人会笑一些艺人还是什么 YouTuber 说他们是过气艺人，可是他们能够被称作过气，这至少说明他们曾经红过，他们曾经站在顶峰过，所以再过气那也 OK。但是我呢，我都还没站在最顶峰，哦，我就走下坡，那这样不对啊，就是。我都还没站过，看看上面的风景，呼吸上面的空气。对啊，怎么会有人说走下坡是好的呢？我都还没站在最顶峰就走下坡，也太悲惨了吧！这次猜拳至少没有抽到最不好钱，确实，因为我一直是一个这个是臭手，你看。抽到第一组，然后还是最忙的那一周，真的是臭手。但因这次意外的没有抽到最不好的钱，因为我真的一直以来真的是运气都很不好。今天太灰，哪里灰？哪里灰？什么灰？灰？哪里有灰色？谢谢阿秋的幸运草。第一组某方面是最好的，有吗？我是觉得，我希望我可以多一点时间准备，我绝对可以拿超过80分。遥想起杯子蛋糕那声，我真的觉得，哎，我这次听到要猜拳大会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有点，就是我真的是。笑不出来耶，就是因为首先一讲到猜拳大会，我就想到我运气超差，我每次猜拳都输。哎，那时候听到猜拳大会，然后我跟我旁边的黄艺霖猜拳，猜4次3次都输。然后呢，最后跟大家见胜的时候呢，粉丝跟我猜拳，我又输，我随便跟谁猜都输。就是我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猜拳运就很不好的，然后之前。的猜拳大会，我也是一猜就输，然后就拜拜，就坐在旁边。就是我，就是永远都是输家。所以我听到猜拳大会的时候，我真的一点都不开心耶，因为我就是拳运很烂，签运也很烂的人，所以我就觉得，就听到猜拳大会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就是啊，我就运气不好，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期望，因为我就一直以来我就是猜拳运气很不好的人。我承认我有强过，我的运气。又在握手会猜拳都没了啊，就是我就握手会猜拳已经把我好运都用完了，我平常猜拳还是落爆了，就是我真的是一个拳运真的很不好的，所以我听到猜拳大会我就第一个就想到我拳运烂死了，就是感觉就没有什么机会，然后第二个想到去年的杯，不是去年，就是上一次猜拳大会穿的杯子蛋糕，然后我就在
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超越杯子蛋糕，我想不到比杯子蛋糕更厉害的东西了，所以我就很苦恼，我就想说怎么办，我到底要穿什么服装，我没有办法超越它了。我真的不知道我还可以，对，我还可以做什么。蔬菜人，蔬菜人很 easy 啊。对，我真的觉得杯子蛋糕已经是神作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我没有办法再超越它了。
啾啾你哦。对，这真的舞台妆真的是要化重点，然后特别是因为鱼缸锦家的衣服就是黑色配红色嘛，就感觉好像我的妆真的在穿这套衣服的时候看起来就更没有，我本来妆是很淡，然后配那一套衣服就更没有，所以我应该我之后我会擦之前觉得太红的那个七号色，或是我在找有没有再红一点的口红，就我觉得至少就算我妆不重，可是口红大家不是说直男看一个人妆重不重就是看口红吗？就是如果我今天化大浓妆，然后擦一个超浅的口红，然后大家就说你素颜哦这样，然后如果说我今天素颜擦一个大红色口红，然后直男就会说，哎，你今天妆很浓哦，你们认同这个说法吗？反正我觉得口红应该就是对直男就是一个辨认是不是浓妆的标准，所以我觉得我对，就是因为毕竟我真的不太会化浓妆，但我下次公演我会试着，对，我擦一个超红的口红应该看起来会比较好吧。而且因为用 APP 很难上口红，你们知道吗？就是用 APP 画口红的话，它有时候很容易会跑出来，就长得很奇怪，然后我还在那边用那个橡皮擦慢慢擦，很累耶。还有因为我现在布丁头，我还染头发，就是我今天我照片你们看起来好像没有修很多，对不对？其实很累耶，就是我修的可能不是你们在意的地方，就是布丁头的地方，我有染头发，然后画了那个鼻影、腮红、口红，我妆太淡了，我直接用 APP 直接画好全妆，我下次会画重一点啦，感觉鱼缸锦好像要画重一点。眼影可以画宽，而且我连眼线都好细哦，我连眼线都，哎，我这边怎么没眼线掉了？我连那天公演我的眼线也非常的细，应该下次可以试着，我再试试看看画，可能粗一点吗？是忘画，哪有我有画、啊？应该是掉了。我平常出门的话，就是上课简单的话，我就是用我会用染眉膏染一下眉毛，然后会画一点点，就是我只画尾巴这边，你们看。对，我平常出门。或是对，就是上课什么的，就是这样子。就是，整个素颜出门的话，也不是不行啊。可是可能我就会戴一顶帽子这样。对，但我平常就是如果不化妆，不想要化什么，就是应该说化一个简单的日常妆的话，我就是染个眉，然后跟画这个眼。一点点眼线、眼尾这样子，然后再擦一个护唇膏什么，差不多就这样子。画系会偏韩系？哪有？乱讲！而且我这个脸怎么看也不韩，好不好？口红重一点看起来就差不多，可是我真的觉得我腮红已经很重了耶，我真的上了好几层的腮红，可是拍照的时候还是没有耶，好奇怪。毕业从哪里毕业？色号差异吗？哦，你说腮红吗？腮红其实我自己就有4、5、6，我应该有5、6块腮红。可是我的腮红，因为可能我自己买的腮红颜色也不是很重，因为我很不喜欢
我很怕我失手就变成猴子屁股在脸上，所以我的腮红颜色也都蛮淡的。你问我该毕业什么东西？我才刚开学，就说我要毕业了，我才刚开学耶。镜头拍起来会吃也是对，就是可能真的下次再试试看化重一点，但我真的是不太会化浓妆。我想要把卫生纸拿过来，我觉得我想要洗鼻子。最老的那个，然后还在装新鲜人，一天到晚担心自己的年纪被拆穿。以为我大学毕业了，不知道我刚回去读。我哎，我的求学历程很坎坷啊，就是。澳门读得好好的，然后大二休学，加入 TP， 对，然后就是全心投入偶像生涯，对，然后现在的话觉得比较有余力，可以，对，可以兼顾，然后一方面也有一点年纪的压力啦，就是我爸爸妈妈的希望，他们希望我早一点把学业完成，对，然后可能觉得我年纪再大一点的话，可能那个记忆力会越来越不好，所以就希望我赶快把书念完，所以也算是就是也被家人的那个，你知道，就家人的期望啊，还是希望我把大学念完，所以我就还是去念了。本来也没有想要自己这么累，但是。就是还是当个乖孩子嘛，而且我知道我其实可以，就是我本来其实我是蛮耐操的人啦，所以我知道我自己可以，对，只是会蛮累，然后像最近就是需要一点适应期，然后加上就真的很衰，开学第一周，然后又是公演周，然后就是刚好很多事情都在这个里。我知道我自己可以，就是有些人可能上班啊觉得很累了，然后就放弃自己的才艺，但是我觉得只要你真的很热爱喜欢这件事情的话，那都不是借口，对。偶像，他不需要学历，他就是天生的偶像，他不需要念书了，就是他的技能点就是在舞台上，而且对啊，很多艺人，就算你看他念了那么多书，念到台大，但是说真的，他也用不到啊。只是我自己还是觉得得念一点书，就是。说真的，你有没有念书，从你的谈吐就能够看得出来，听得出来。就是念书的话，还是可以怎么讲？我觉得会影响一个人的气质。哎，就如果你没有念书，你讲话的内容，你讲的东西，会让人家听了就觉得很空洞。就是其实是听得出来，像大家为什么会觉得林志玲很有气质，就是。艺术涵养很够，他有念过书，你是听他的谈吐，你听得出来他是一个有气质的人，他不会爆眼，他是很有涵养的人，就是我觉得有没有读书
还是有一点差别的。对，当然我对，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现在因为毕竟是一个比较提倡自由的一个年代嘛，就是其实说真的，很多人读书也不一定会学以致用嘛，就是很多读到台大的，可能后来跑来开鸡排店还是什么，就是很有一些人是不一定会用到，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读到台大在开鸡排店，跟你国小毕业开鸡排店，也许以开鸡排店这件事情来说，有没有学历，可能没有到差这么多啊。但是我觉得在演艺圈来讲的话，就你，对，我觉得如果你是要开鸡排店，那你可能可以不用念书，对。但如果以演艺圈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上一些谈话性节目啊，或者是益智型节目啊，就你有没有念书还差蛮多的。如果你真的什么都没有的话，就是是感受得出来，就是讲话的内容什么的，我觉得还是要看你要走的行业。谢谢冰的一颗心。对，那我自己，对，我是蛮喜欢学校的人啊，我蛮喜欢念书的，但我就是不喜欢报告，我就觉得我想要上课学东西，为什么我还没有学到东西要我上去报告。我去上开学第一个礼拜是选课周嘛，然后去上那个教授的课，他就说，哎，在他的课，可以睡觉，可以聊天，做自己的事情，对，只要不要大声到盖过他的音量就可以，我直接退选。就是很明显，就是他这是一门混学分的课嘛，但我并不想要，我自己付学费去学校。我当然想学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课我就不会想上，就是我对自己的负责，就是可能会跟现在就是班上的同学会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这把年纪了我还回学校，我是真的想学东西。教授比较不用备课，但我觉得这不对呀、啊。我上课会坐第一排吗？我觉得要看什么课哎、欸，要看什么课哎、欸，就是像有些老师是很喜欢互动的，喜欢对，就是加分啊，问问题啊，喜欢互动的。但是因为我声音没有到很大，所以如果是这种课程的话，我就会坐比较前面，但我不会坐第一排、欸，我没有那么想。跟老师距离这么近，我的话，我觉得大概三四排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舒服的距离。我不是喜欢坐第一排的学生，除了以前国小六年，因为身高太矮，永远都坐班上第一排之外，我其实没有喜欢坐第一排。我觉得二三四对我来说就是不要太近，有点距离，我觉得比较舒服。我目前开学以来，我通常都坐最后一排，因为小呆呆很喜欢坐在最后一排啊，因为我跟小呆呆很好，我就看他坐最后一排，我就坐他旁边，然后说每次都，可是我跟小呆呆说下次可不可以坐前面一点，因为我真的觉得，因为有些老师就讲话声音又不大，他又不用麦克风，我真的坐，然后那风扇一直吹，我根本就听不到老师讲话，他声音都被电风扇吹走，我就说下次可不可以坐前面一点，就小呆呆很喜欢坐最后一排，然后我真的就是视力没有很好，听力也没有很好，我真的有时候是真的听不太清楚。这声音好糊哦！我觉得我喜欢中间一点啦，太前面很有压迫感，但太后面我又觉得我好像很容易，就是主要是听不清楚。对，小呆呆就是想要好过毕业这样子，但我自己我喜欢前面一点啦，说真的，坐最后一排，我总觉得我好像很容易分心。不喜欢最后一排，
我觉得中间比较刚好，坐前面很容易，就是你知道跟老师就是眼神对当，然后老师问问题的时候就哎，那这位同学你说，就你在前面你就只能被迫专心。我觉得要看课程，对，如果是喜欢互动的老师，我就会坐前面一点，这样中间比较好混入人群，但我没有想要混入人群啊。就是我自己会有点担心身份被曝光了，说真的，就觉得跟大家保持一点点距离比较好。对，然后我自己，像Lu讲的话，就是他现在是他自己发现我的身份嘛，对，但我觉得我跟Lu讲，我是真的觉得Lu讲是一个个性很可爱的人，然后我也很，就是我跟他当朋友，我很开心啊。然后小，但因为Lu讲是跟我不是我们不同系，对，我们是上通识课认识的。但我是觉得跟Lu讲真的很合，他的个性就是很可爱的那一种，然后是很外向。然后小呆呆的话是跟我比较像的人，对，但是就是真的要当朋友的话，我自己会比较喜欢Lu讲这种，就是一个外向的人，然后带着我的这种感觉，对。但是小呆呆的话，就是因为他呆呆的，所以我跟他相处我比较放心嘛。就是比如说我，我要去，就我可能说我要去公司练习嘛，但是我又就是怎么样，又不知道怎么跟他讲。然后我每次去公司练习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是要去打工，对，就是因为平常我们都搭同一班车，可是去公司的时候我会搭别班车，然后我就跟他说哦，我今天要去打工，他就哦好，拜拜，就是他不会多问我说我是打什么工什么，他不会问我 detail， 就是我就不用在那边苦恼说我要怎么瞎掰，对，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有什么工作，因为像我之前是空堂的时候，我可能还要去什么就是什么快闪店啊，空堂时候去快闪店啊，或者是去，我之前也是我去快闪店的那一天啊，我是早八上体育课完，然后空堂去快闪店，然后回来再上两堂课，下课之后我去录电台，就是我就是很忙，就是一天是忙的。那可是我去哪里的时候，我可能说哎，我要去华山，我要去干嘛？那有些人可能就会问很细，就是你要去哪里干嘛？你是打什么工？可是小呆呆他都不会过问我这些。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小呆呆就是他没有什么防备心，然后就是哦，我要去干嘛就干嘛，比较没有相处起来没有什么压力，我不用想我要跟他编什么理由这样子。他早就发现看我什么时候讲没有，我觉得不，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小呆呆没有发现。谢谢健汉的一颗心，对，就是比较有空间的。但是Lu讲的话，就是我真的觉得Lu讲又太跟我太合得来，你知道，我真的好几次我都很想要不小心跟他讲，因为我就觉得Lu讲是一个我可以什么都跟他讲的人，对，但我没有讲，就是他自己发现的。小呆呆是我现在比较好的两个朋友，对，但是他们就是个性蛮不一样的。对，Lu讲是他自己滑 IG 的时候他看到，对，他是怎么看到，就是之前那个嘛，我们去录瓜哥节目，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站在那是忠孝敦化站前面有一个 Zara， 我们在那边集合，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国外的外国摄影师，然后他在那边就是现在很多都会那种在街头就是帮你拍照的那一种，然后他那时候就想要拍我们，但因为我们就跟他说我们在工作可能不方便这样子，可是他真的就一直站在那边哦，他真的就一直站在那边，然后一直到我们都拍完可能一两个小时出来他还站在那边耶，所以我那时候是看到他什么是真的就是哎，他怎么就是我们录完了他怎么还在，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看到他的时候我蛮惊讶，我还指着他镜头就哎，
就是哎、欸、你还在哦，然后我就跟他挥一个手这样子，然后他就有拍到我的照片，然后他就做成了那个影片嘛，然后就放在那个 Reels 上面，然后把我选做封面，然后Lu讲他是喜欢看帅哥的人，对，虽然他有男朋友，但他就喜欢看帅哥，然后他那时候就是滑到，他就是看那个帅哥，然后他就点进去那个页面，然后因为我被置顶了，所以他一点进去他就看到，哎、欸，这是 Mina 吗？然后他就点进去，然后看到有 tag AKB， 然后他就点进去，然后就看一看，然后他跟我讲很 detail 哦，他就点，就是他就是从那个帅哥的影片点进外国人的 IG 里面，然后看到置顶的是，哎、欸，怎么有我？然后点进去看到 AKB， 然后点进去，然后就看一看，哎、欸，看一下公演，哎、欸，这个好像是 Mina 哎、欸。然后他就再点进去追踪的名单，然后看一看潘之怡 ，Mina 好像是潘之怡，然后就点进去看，哦，所以他是 AKB 的，对，他是这样子慢慢发现的。对，就是主要是因为Lu讲在看帅哥的时候意外的发现了我，是这样子，但是Lu讲没有，我觉得他没有很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因为他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他就说，哎，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学妹也是在做这个的，但我就想说我们有同校的学妹也在，他说不是 AKB， 我就想说啊，所以可能 maybe 是未来少女还是 DD52之类的嘛，我们同校有人在做这个，我是不是要知道一下？对，然后结果他就找 IG 给我看，他说你看就是这个，我们学校有人也是在做跟你差不多，然后我点进去看是什么呢，那是女仆咖啡厅，他说好像也是有在表演什么，然后我就觉得Lu讲一定误会了，Lu讲是不是以为 AKB 是女仆咖啡厅，但是我有点不想跟他解释细节了，我就想说没关系就这样吧，就是他大概知道我跟其他人不太一样，他知道我有在表演，然后比较日系，但他好像误会了，他好像误会了，但是我觉得有点怎么讲，有点小难过吗？就是觉得哎、欸，真的很多人都就是不了解 AKB 耶、欸，就是。就先说我现在在学校真的没有半个人知道 AKB， 没有人知道我是谁，这出道六年没有人认识，这已经够难过了，对不对？然后终于有一个是，而且是真的我觉得很好的朋友，他发现了，但是他就说，哎，是这个吗？就是这个女仆咖啡厅嘛，也是做这个的。然后我就想说，是哦，就是真的不一样，可是可能对很多不是犯 AKB 的人来说，就是可能会觉得，就以路人，因为路讲不是粉丝嘛，以路人角度来说，他可能真的觉得 AKB 跟女仆咖啡厅是一样的东西，而且穿好像日系可爱，然后有表演这样，就对路人来说觉得我们是一样的东西，一样的职业嘛。对，我就有点觉得，就是还努力不够。对，但我有叫Lu讲追踪我，既然你都发现了，给我追踪哦。刚入坑的时候，以为研究生是高阶成员，对，但确实就是以路人来说，就蛮难解释的啦，就是。不能怪他，对，而且他也有说，哎、欸，可是他男友，因为他男友就是台日混血嘛，他说我有男友有在追那个乃木坂啊，他说 AKB 不是已经那个嘛，已经很过时了，爆眼，原谅人家了，人家是那个台日混血。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也在兜粉跟大家分享这件事，然后就说就是我们就是努力不够，我们出道六年还那么多人不认识我们的，就说我会努力让大家认识我，然后就我那时候得到大家的回应，大家听听在兜粉的人说了些什么，大家说不要冲动哎、欸，就我想说为什么，这什么东西啊，我让大家能够多认识我们，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目标吗？为什么要阻止我？我不懂哎、欸，就是大家是误会了什么，但是我那时候不想多做回应了，我就觉得
就是本身出道六年还无人知晓，已经是件够难过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那我就是应该要多拍一些影片嘛，毕竟现在 Reels 是最容易被推荐到的一个地方。那我就是多拍一些影片，可能是现在的大学生比较感兴趣的一些题材，也许就会有机会被演算法眷顾到。就是我没有想要让大家知道我的身份，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有一个代表作，然后大家透过那个东西认识我的时候，会觉得哦，我有一个这样的同学很酷，是一件好的事情啊。然后也许以后学校就会找我们表演或是什么，就是我想要做的是这方面的努力，让更多人就是可以认识到我们。结果抖音上面的告诉我的人告诉我是说不要冲动，我想说什么东西，就是能够更多人认识我，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吗？我又不是要去全校面前大喊说我是 AKB48TTP 的牌，我没有要这样子啊。就为什么大家要阻止我，让更就是阻止让更多人认识 TTP 这件事情？我真的很 confused 哎、欸，就是对啊，我就是大家是不是有点搞错什么？就是明明努力的目标就是应该要做更多出圈的事情，如果能够成功出圈，让别人认识到我们，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然后结果当下聊天室的反应却是说不要冲动啊，然后我就有点好吧，没关系，就不管大家说什么，我还是会努力让更多人认识我们。就对，我觉得大家是觉得我要做出什么事情，就是。认识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吗？这怎么会？到底在想什么啊？就是不够了解我吗？就是我一直以来就是会自己努力找事情做的人啊。那么久好像没有到很了解我嘛，或是说了解我的人都是默默看着这一切没有想说话的人吗？我这样理解哦，我这样理解哦。对啊，怎么会觉得我会做什么惊人的举动？就是本来让更多人认识我，这不是一个一直都在做的事情吗？谢谢阿秋的一封信。怎么样的想法会觉得会一直在对话中带入说你听过 AKB48 听 TP 吗？就是这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啊，当然是要努力做出一些成果，然后让别人自己发现，这才是骄傲的事情吧。我为什么要像一个直销一样去推销？就是我会觉得怎么大家是不够理解我吗？怎么会猜不到我的企图心呢？就是我怎么可能是那种会去别人面前说我是 TTP 的成员这种，就是我怎么可能说得出口啊？就是我有点觉得大家是对我不够了解吗？怎么会猜不到我在想什么呢？就是这种事情就是要默默的被发现才好玩啊，你们懂吗？就是你有一个在当艺人的朋友的同学，但他平常就是很频繁的跟大家一起，但你某天你自己发现，你才会觉得有那种就是很酷的感觉啊，就是这样才酷啊，这样才有神秘感啊。就这种事情就是要自己发现，如果自己讲就不好玩了，对吧？可是如果我做的不够成功的话，一直到毕业都全班都没有人发现，这也不是不可能啊。我是希望毕业的那天大家可以发现啊，所以我还是要自己做一些努力让大家发现。只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讲就不有趣了，要透过行动，对，做出一点什么让人家自己发现，这才有趣。毕业那天都没有人发现，这也是一个成就，这说明我
藏得很好，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平常上班跟私底下还落差蛮大，就是不是说那种营业上的落差哦，而是说上台的时候会有一种怎么讲，偶像气场打开的时候，但是平常呢，我就是一个就是平凡人的那个切换嘛。我有很多机会说溜嘴，会吗？我觉得要看遇到怎么样的朋友欸。就像目前班上的话，我还是对我只信任小呆呆而已，就是跟小呆呆相处是很舒适的。而且虽然小呆呆很喜欢坐在最后一排，感觉好像是一个对，他就觉得想要混一混，轻松过关的心态。我以为他是这样的人，他一开始也是这样跟我讲。可是我们那天英文报告结束之后，他还留下来，就全班都走了，他还留下来，然后就说他想问老师东西，然后就好就陪他。然后他不是他报告拿了90分嘛，然后他就留下来问老师说我是就是想问我有哪里可以改进嘛，就是有哪里做不好，因为他觉得90分不够高，可是90分已经很高了，我才80分哎，就是小呆呆虽然平常都喜欢坐在最后一排，然后他上课也都是那种就是很颓废的样子。真的，就一天到晚觉得好累哦，怎么说下课啊？就是感觉是一个，就是不是很认真的那种学生。可是他下课的时候，又有时候会问：“哎，你刚有抄到笔记吗？你知道这个地方老师刚刚写什么吗？”这样子，就是他感觉很混。可是他有时候会突然问我，想说：“哎，原来你有在上课哦。”就是他上课的时候，真的就是我看他在那边画画，然后不知道在干嘛，就是想说：“哎，这很不认真，难怪他都要坐最后一排。”然后结果他下课的时候就问：“哎，老师刚才讲什么？”我想说你上课认真听好没有啦？就是我会想说，哎，就是原来他也是有在认真的嘛，就是看起来好像没有认真，但是他其实对，就是他其实还是会问我笔记。然后下课之后他还留下来问老师，就是哎，我有什么地方搞？可他其实90分已经很高分了。对，所以我觉得小呆呆蛮酷的嘛，就是他其实。起来好像没有很认真，但其实又蛮认真的一个人。对，别人其实可能比我还多，这我就不知道了。其实小呆呆并不呆，我觉得小呆呆其实蛮认真的人啦。小呆呆会化妆吗？我跟你们讲，小呆呆就是我只有在新生训练那一天，就是我第一天认识小呆呆，我们是在校门口结缘的。新生训练第一天认识的时候，是我唯一看过他化妆的一次，就新生训练那一天他有化妆。然后之后开始正式上课的时候，我没有一天看到他化妆，他每天都戴着口罩，然后就一副就是的样子，然后他每天都迟到。对，我是每天都压线到教室的那个，然后他都是迟到进来，然后坐最后一排的那个，然后我都想说这个人也太混了吧，怎么每天都迟到啊？难怪是朋友，没有啦。但是就是他，可是他虽然这样子，可是他其实上课还蛮认真的。对，边看边说，我才答案没有，小呆呆真的不知道我是谁啦，他不知道。我自己的话就是我平常上学就这个样子。谢谢小管面面的啾啾你哦，就是不，我还是我没有办法哦。这些小呆呆他平常上课的时候，他就是夹一个鲨鱼夹在这边这样上课，然后就我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对我来说，鲨鱼夹这个东西是我只有在家里会用的东西，我没有办法
夹着一个鲨鱼夹在学校，我真的没有办法哎、欸，就是，但是我自己发现，就是在台湾上大学，很多人呢、欸，不止小呆呆、欸，很多人都会夹着鲨鱼夹上课，但我不行哎、欸，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鲨鱼夹是一个在家里才会用的东西，哦，就是我出门的话，我就算就是我平常上课就差不多这个样子，我不一定会化底妆，但我可能就是，懒，就是刷个蓝眉膏，然后就擦个口红，然后刘海会稍微整理一下这样。就是不会，我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办法夹鲨鱼夹出门哎、欸，就是不会化什么全妆，但是就是会擦个防晒这样子，稍微整理一下这样，就上课就简单的样子。女校出来不是哎、欸，但我真的没有办法。然后像今天下雨天嘛。然后我出门的时候，因为雨真的超大，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人都是直接穿拖鞋出门，我看到没穿鞋子出门的，就直接踩在那积水，然后他说在，哇，女生哦，我真的有第一次看到怎么会有人没穿鞋子走在路上，但就是例外，但就看到很多人就是穿着可能是那种布鞋鞋或者是拖鞋出门，就下雨天不想要脚湿湿的。然后我自己的话，我下雨天的话，我是会穿雨鞋，或者是我今天是穿马丁靴啦。下雨天，然后我就看到，哎，其实发现，哎，好多人会穿着拖鞋。然后就想到，我不是之前有买一双很厚底的洞洞鞋吗？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它底很厚嘛，然后是洞洞鞋，就比较不怕脚湿湿的不舒服。我就想说，哎。就看着对耶，我就想说，我那时候已经出门了，我穿着马丁靴，但我就看着大家穿着拖鞋啊、洞洞鞋的时候，想对耶，我也有一双哎，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接受穿拖鞋出门的人，但是那个洞洞鞋我可以接受穿它去倒垃圾。对，然后那时候看到就想说，哎，对耶，下雨天还是我之后下雨天穿那个洞洞鞋出门。可是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我好像还是没有办法耶，就是。那个洞洞鞋对我来说，我能够接受它行走的范围，就是真的仅限于倒垃圾而已耶。就是你要我穿洞洞鞋，就对我来说它是比拖鞋好一点，但我还是没有办法穿着它出门耶。就是我，可是洞洞鞋其实也没有露脚趾啊，洞洞鞋没有露脚趾，但我觉得我好像对我来说它还是拖鞋，我还是没有办法穿它出门耶。就我出门一定是。就是出门的样子，就跟我鲨鱼夹，我没有办法夹着出门呀，我会觉得很怪，对。就我宁可我袜子撕掉，我也没有办法穿拖鞋或者是洞洞鞋出门，洞洞鞋也不行。选择我当然不会穿拖鞋出门，因为我是真的没得穿，那也只能穿。
雄鲸的枫叶。穿蓝白拖再穿袜子哦，我还是不行啊！我的蓝白拖，我没有办法穿蓝白拖出门，夹脚拖也不行，我没有办法。事情就是，台湾的大学是很喜欢上课吃东西，就是我不管上八点的课还是十点的课，都有人在吃早餐，就是一直在吃，就是我真的在澳门念书的时候，从来没有看过有人在班上吃东西，从来没有。但我后来有思考了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我后来发现是因为台湾早餐店文化太盛行了，真的是台湾特有的早餐店文化，其他国家好像没有其他国家好像没有就台湾真的，特别是学校会超级多早餐店，那早餐店是五六七八家在开的，国家的话，早餐真的，早餐宵夜都很少就是基本上大家就会在家里解决完早餐，因为其实在澳门也没有，就真的没有台湾这种早餐店，真的没有没有，也没有人愿意早起，就是开早餐店很累，早餐店真的都要四五点起来准备的。澳门真的没有早餐店，就是一定是买面包或什么回来，在家里然后吃好再出门这样子。对，不然就吃肠粉。对，我真的好喜欢，好想念每天早餐吃肠粉的日子哦。但就对啊，就是没有像台湾，不会没有台湾这种早餐店。然后如果早上来不及吃，就是饿肚子去上课，就没有人会在班上吃东西。可是，在台湾就是在班上。上课吃早餐好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我觉得对也没有不好，只是有点不习惯，就是原来对是这样子。便利商店面吗？可是就是真的没有看过，我在澳门读书的时候没有看过有人上课吃东西没有特别，老师不会特别讲说课堂上能不能吃东西，可是就是没有人吃，所以你也不会去吃。对，但我还蛮喜欢台湾的早餐店的，就是因为平常在自己在家的话就自己煮嘛，或者是随便吃，但是现在就是在学校啊，然后中午不知道吃什么，时候就都是吃早餐店，中午也在吃早餐店，台湾的都是早午餐店嘛。学校附近的鲔鱼蛋堡好吃吗？我目前只有买过我有买过学校的鲔鱼蛋堡，我好像还没有买过我到现在还没有买过因为早上上课很赶，我都是直接抓一个三明治吃，就这样子。但是我有点过鲔鱼蛋饼，我觉得学校附近的东西都好大份就是我记得我在我们家附近点的那鲔鱼蛋饼都就是这盒子小小的，然后吃一吃就好空虚但是学校的鲔鱼蛋饼真的超满，然后吃一份就觉得超级饱的那种。对，但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没什么时间啦，就是早上八点的课我就是抓一个三明治吃，所以没有机会买鲔鱼蛋堡。然后如果是十点的课的话，我会在家吃完再去学校所以就不会也不会买，就没有机会吃鲔鱼蛋堡。
的话，最近都是我跟小呆呆都买那个铁板面加蛋，就学校附近的那个铁板面超级好吃的。我们已经吃，就是开学两个礼拜，就是几乎天天都吃那一间，就是那间真的很好吃啊，可以每天吃的那种。我有买到课堂上吃吗？只有一次早上来不及吃，然后就抓着三明治上课的时候吃。但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蛮习惯，就是上课可以吃东西这件事情，老师也不太会管。但平常的话就是，对啊，因为我一个礼拜我只有两天是早八的课啦，其实所以就还好。铁板面热量很高，好吃就好啦，还管热量。我是黑胡椒派的，而且我觉得在学校，因为我有课是要上到晚上6点的，对。然后我之前就试过，我中午就点一个什么萝卜糕，就也是那种早餐店的套餐，然后我上到4点多5点，我就肚子饿了。所以我后来我发现我只要上课我就饿得好快，可能因为有在动脑，对。所以我后来只要上到5、6点的课的话，我中午一定要吃铁板面，就那一间，因为铁板面就比较饱。我如果没有中午没有吃那个铁板面加蛋的话呢，我是没有办法撑到晚上6点的，真的很饿哎，而且是真的很夸张。我上开学第一个礼拜，我说中午吃那什么凉面，然后我也是4点多就饿。我想说太早，我不是12点才吃饭吗？我为什么4点就饿了？真的，我之前在家的话，我一天吃2餐，我都不会觉得很饿。有时候是饭点到了才要，然后就饿就吃东西。然后现在不是，我现在是中午12点才吃，然后4点，我想，哎，我怎么又饿了？真的饿很快哎，就上学真的是每天好饿哦。
老师那个，因为现在都会用投影幕上课嘛，然后是答题完之后，然后老师在那投影幕上面写恭喜全部答对，然后奖励棒棒糖一支，然后就下来发这样。我真的觉得很妙哎、欸。小朋友哎、欸，而且不止这个老师哦，还有别的老师也是很爱给食物。就是一上课的时候，他就会抓着一大堆，就好像是便利商店还是福利社什么买来的零食，然后就会放在最前面桌上，然后就说等一下同学肚子饿的话可以来前面吃哦。然后我就想说，什么课啊？就是一来就想用食物收买我们啊？这这。好多老师好喜欢给我们零食哦，都想问我念是大学吗？真的有人会拿吗？我看是有人会去拿，哎、欸，就拿了然后上课的时候吃这样子。可是我是没有拿过，我想说是，这我也就上两堂课而已，是也没有那么饿吧？就是上几堂课而已，是有多饿啊？就是我中午才刚吃饱啊。我真的不知道哎、欸，就是我好妙哦，就是而且拿到棒棒糖，想说大学，我好困惑、哦，就是跟我在澳门念的大学好不一样。台湾大学都是提倡这种教育方式吗？我不知道哎、欸，好奇妙哦。但是我目前上课我还是蛮开心的啦，就是我都很投入的上课啊。喜欢这些小物，你说这种吗？我应该是老师很喜欢的那种学生，就很捧场。我记得那天也是老师上课的时候，就是因为前面一堂课板书都写满，然后没有擦，然后因为大学也没有什么值日生这种东西嘛，然后老师就问说，欸，有没有同学可以帮忙把这个黑板擦掉？然后全班都安静，没有人要动，然后就看一下大家为什么都不动，然后想说没关系，我就上去擦。然后擦完之后，老师就说：“哎、欸，你那个学号几号，帮你加个分。”然后我想说：“太好了吧！”就是我完全只是想说，就老师问问题，说有没有同学愿意帮老师加，然后没有人有反应哎。然后我想说，而且我那时候跟小呆呆还坐在班上最后一排哎，然后我就看想怎么都没有人要动啊。然后我就想说，那没关系，就去擦一下，也没有怎么样。对，然后没想到，哎、欸，老师就说帮我加分，想着，哎、欸，那很好啊。我想现在小孩有加分的机会，怎么不要啊？就是这么好加分的事情、欸，哎，所以我当初也没有想要被加分啊，就是擦个黑板也没啥、欸。对我觉得我应该是老师喜欢的那种好学生，就是问什么问题都举手，回答错了也没关系，就是踊跃举手这样子。然后他说，哎、欸，请你们吃这个棒棒糖，这个好像是角落生。同学想到这也太……但我是真的很开心，因为我六年没有进学校，我真的好开心上课、哦，我就每天都想说好开心上课 哦。而且我们还有一个老师哦，就是他开学第一周，他就给我们一个功课，那一堂课好像就是叫做什么管理学，对，我们要上管理学。然后老师就开学第一周，谢谢整系男子爱的抱抱。老师就说呢。啊，就是因为管理学比较复杂一点，他说那开学第一周是给你们一个简单的作业哈，因为我们管理学是礼拜一上课，然后说那你们就是礼拜天晚上的时候呢，这功课非常简单，只要花你一秒钟。我想说什么功课那么简单，只要花一秒钟。然后他就说你只要睡前的时候呢，心里想着说明天要上管理课，好开心哦，这样子非常简单的作业，好不好？我下周会调查大家有没有做这样子，然后。我就真的是很听话，我真的很听话。我就是礼拜天睡觉前，然后我就在想明天有什么课，然后就想到啊，明天有管理课，然后啊，对，老师的作业什么，明天要上管理课，好开心哦。然后就好好睡觉，就这样。我是真的睡前有照老师的话这样做，然后我想说，老师会记得这作业吗？这是认真的吗？这样跟爸妈说完，这什么？这什么？
这作业，那如何判断你有没有做啊？然后真的星期一上课的时候，然后老师就问说，来，昨天睡前有记得做上周交代的作业的举手，然后我就很开心的举手，然后也有几个同学就是有举手这样，然后班上大概应该是40个人左右吧，然后有10个人举了手，然后举完手老师说好，这十个下课找我来登记学号加分，然后我想说这么简单的事情，就算你没做，你举手你也可以加分，为什么现在的小孩都举个手都不愿意啊？我想说这很棒哎，对啊，而且我不知道其他举手人有没有做，但我是真的睡前有很开心的想说，哇，明天要上课，好开心哦，这样子。作业其实是举手，对，其实这就是一个凭良心啊，就是你有没有做。对，但是我还是觉得好纳闷，我想说，我想说，这是大学吗？为什么这些作业都让我有种我们被当小学生在教的感觉，好奇妙。但是我真的觉得学校附近的店家也都很，就是很信任学生嘛，就是在学校附近买东西啊，都是你要给钱，然后老板说来自己找钱，这样就是老板就专心做他的料理，对，然后你就自己找钱，他也不怕，就是因为学生其实都很乖啊，就是我们也不会，应该说老板很信任我们学校的学生，都不会怕我们多拿钱或什么，但学生也确实都很乖啊，像我自己是一毛钱也不会多拿的那种，就是如果我今天多找10块，我可能还会手抖紧张，然后做坏事，心虚这样，就没有办法，1块钱都没有办法多拿的那种。对，学生就是很纯真啊，出社会之后就不知道了。对，反正对，虽然现在就是学业压力啊，然后演艺的工作要兼顾，是蛮辛苦，但是。课对我来说还是蛮开心的事情啊，只是不要什么事情都挤在一起就好了。对，但好像很难，通常都是会这样，就是忙的时候就都很忙。我出社会还是很纯真，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实我跟我，因为我今天不是见我以前五专的同学吗？然后我是真的觉得，就是好像就是。讲的话题也有关系嘛，大家讲的话题都比较出社会的话题，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还真的是就是傻傻的嘛，就是就像我就跟他们抱怨说我上次去就是被那个直销的我的拉住，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拒绝嘛，然后就他们出过社会的人就会说，你就直接臭脸，然后说没时间走掉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可是因为我那时候的状况比较不一样嘛，就是我就走不掉，我就在那边等车。对，但我就觉得好像，就可能我，对，为什么那么多人找了我？可能就真的我看起来比较好说话之类的吧。对，我就觉得好像就是这方面，就是我好像没有。没有很社会化，看起来杀伤力很低，可能吧，我看起来可能就，而且今天我们看那个 baby， 我们不是都说那 baby 看起来很聪明吗？然后就开始想说，我小时候是长什么样子？为什么这个小孩大家看到都说他很聪明？我是不是小时候看起来就很笨？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看起来也笨笨的我不相信我小时候是长得会多聪明，然后长大之后变笨的，就是我感觉我好像应该从小时候就是长得就笨笨的这样，那所以长大之后就还是也是这样，因为我没有太大的变化嘛，但是你很少看有一个人小时候可能是很灵动，看起来聪明啊，然后长大之后突然痴呆，就很少会出现这样嘛，所以我感觉我在想
想，我是不是小时候就笨笨的样子？不是说真的笨啊，我不笨，我要说，我小时候那个全国珠心算比赛第三名，对。因为我真的是，我从小就是很聪明的人，对，但是就是我说人看起来笨，对，我脑是正常，只是人看起来笨而已，对。我小时候跟现确实是差不多，就是。那个脸颊肉，脸颊肉也现在好像有瘦一点，有啦，有瘦，比小如果要跟小时候比是有比小时候瘦一点，但是脸还是很圆。手机要没电了。我本来说今天要唱歌，对啊，可是我好像要先充电，不然它没电。我好怕我一唱歌又卡。没有试吃一下干姐姐的月饼，但因为我今天已经吃一颗了，月饼热量很高，不能吃太多。今天的散热应该不错，不知道，我觉得我手机已经，就是我手机太旧了，它现在很容易就发烫。我没有办法连 WiFi 耶，他说远端热点发生错误，为什么之前没有这样过？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连你。发生错误，可是我，怎么办？从 iPhone 开，我再试一次。我刚刚开了耶，没有办法耶，他一直说出现错误，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开不起来，我之前从来没有这样过。好像有连到了耶，突然连到了耶。没有唱过整首过，
给谁何必呢？哎，等一下，我没有唱过整首，所以可能会有些地方唱不好。好久没有唱过直播唱歌了。爱ない時は思い出をめくって近くに君を感じれ始まされ携帯に君からの通信を開く時間に笑顔になれるよ僕君と過ごしてた目が覚めても夢は覚めないまま心が君で満ちてゆくこんなにも愛とか恋とかの言葉で片付けられないぐらいの愛しらゆか溢れ出して止まらない思い守りたい明日もこの先の突然の未来
说没电。啊，网络要不行了，先关掉，等一下。要卡了，要卡了，要卡了。好，一度，对，因为可能因为分享网络会比较耗电。那我等一下直播完，我看一下我的行程表，然后我在兜粉再跟你们说时间，我会更新在兜粉的行事历上面。对，然后姐姐说官网现在是那个早上10点会更新，所以明天应该官网就会看到了。先看一下下礼拜的那个 schedule。因为刚刚赶着发文，所以来不及看行程表。对，可能看一下明天有可能会播，如果明天不行的话，我再跟大家讲。好，那我来念今天的排行榜。好，今天的第10名是冰，谢谢冰。第9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8名是阿奇拉，谢谢阿奇拉。第7名是阿秋，谢谢阿秋。第6名是果冻9号，谢谢果冻9号。第5名是 Sam， 谢谢 Sam。第4名是俊生，谢谢俊生。第3名是小管面线，谢谢小管面线。第2名是土司机，谢谢土司机。第1名是整戏男子，谢谢整戏男子。好啦，那今天直播就到这里结束啦。好，直播时间我在兜粉上再跟大家讲。好，那大家明天上班上课也早点休息。